川金签署一份全面文件，将过去抛诸脑后。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天下午共同签署川普所谓一份全面的文件，化解两国数十年来的敌意和猜疑。川普说，签署这份文件，我们都感到非常荣幸。金正恩则表示，全世界将看到重大改变，他们决定将过去抛诸脑后。川普表示，我们两人都想做些事情，我们发展非常特别的连接。川普午餐过后表示，川金取得了很多进展，会晤比任何人料想都好。他当时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站在一起，对媒体短暂发表讲话。